厉害了，不想错过小明星大哥们每天精彩的内容吗？不管你是用手机还是电脑，赶快滑到影片的下方，看到右下角有一个红色订阅的字样，把它按下去那就对了。那订阅之后呢，这颗按钮就会立刻像现在这样出现小铃铛，小铃铛，记得这个小铃铛你也要给它按下去，就能收到我们最新影片的通知咯。赶快去。甚至才让你宣传，艺人真的有好好当老板吗？大根这一家已经开一年多了，外观看起来是唱片行，只有里面是调酒。其实我们是用一个唱片行的形式，里面的风格啊也都比较舒服，很像家庭的感觉。古时候来讲叫大隐隐于市，就是挂羊头卖狗肉。那店进去就是要先什么？不是吧？那边老板们也很热情，如果你是正妹，你就有喝不完的酒。根本是开鸭店的事情。米恩琪，美女开启找午餐店了。这是我们的招牌巴斯克乳酪蛋糕。上次萝莉塔来店里吃，她吃到真的是吃到发出龙吟。这个餐点呢，就其实您做的很好，是它的名字的一个认同，先可以给你预示一个名称。好，太好了，各位，这个以后就叫做我的蛋已经捣碎了。喜欢斜杠当其他的老板，不是为了要斜杠才斜杠哦，是为了为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演艺圈这种工作是怎么？有时候一分努力得不到一分的收获，有人的十分努力他连半分都收不到，有人连一分都没努力他就拿到十分的收获了。天哪！我长得就这一副帅样子，你说他能不红吗？我说某一些偶像剧，真正的偶像，哎，然后长得漂亮，长得外貌好看，这是老天爷赏饭吃嘛？谢谢老天爷。像这几位鬼，那个鬼月刚过，他们就开店做生意。老天爷遗忘是这人。各位其实都是老板，但是你真的有够称职吗？这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。哦，所以你要对你这行当真正了解。当然呢，你不了解，只是说我开个店，很多人都说啊，艺人投资店不加啦，卖起啦，卖起。人家会嫌我们在专业度上面有问题。对，要是有这样的缺失，怎么可以让你宣传呢？对不对 ？OK， 那就这样，我们就每一月好好来跟他聊一聊。好的，如果他能通过我们的考验，两项考你两项就好，考会了我们就让你好宣传，好好宣传，因为毕竟你要真的有投入有心力才会了解。对，如果你两题没有办法完全答对，连两题休怪我们对你无情。两题真的剪掉，欢迎第一位严晶姐，欢迎。哎呀呀，严姐，接出来了吗？那坐就好，坐着聊。今天穿那么性感啊？没有，还好啦，每天都很性感。你开的什么店？居酒屋。周杰伦有去过吗？有，杰伦他们的 MV。我只是要铺那个居酒屋里面。不是，因为我们的风格是有涂鸦嘛，在西门町嘛，所以包含就是整个我们的涂鸦是那个设计师就是。被聘请到那个 Anna Space 旗舰店去喷的，然后杰伦的 MV 也是我们的设计师去喷的，哦，所以是他去拍 MV， 不是去吃饭哦，就是同一位设计师，叫做西门进，对，我们有一店跟二店，取这个名字的，因为呢，进是我们那个我股东，他叫郑子进嘛，哦，用自己的名字，为什么叫西门锦呢？因为还比较好听，对，还比较好听。居酒屋，你要去哪里吃饭？屹立不倒也不错。没关系，你要想象他们客人是已经懵了，开了六年，六年了，这六年来能不能叙述一下怎么度过？就是一店开比较久，然后二店我主要是在二店。哦，你已经是开到二店了，对，那就不用宣传了，那么成功。电影不好看就不会拍续集，就那么简单。因为一店跟二店的风格有差，像我们二店的话，因为现在有做海鲜直播嘛，那新鲜的，因为我们是第一手的，就是直接从机场拉货。那我们仓库就是在大园，除了烧烤之外，我们还有活体海鲜。但是因为最近中秋节嘛，所以我店里面一只活体的都没有。朋友他卖的那个比你们这厉害，谁什么？他卖的是人体海鲜，老板娘亲自躺好，沙西米那种是不是？沙西米哦，干贝哦，这边还有这个樱桃
甜虾。所以你那个海鲜餐厅，这个海鲜呢，不管怎么样，新鲜你就赢了一半了。本来就是嘛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第一手，而且真的称斤称两，我们没有灌水的。嗯，我自己看我们家直播，我都自己。忍不住按加一，哦，那个红鲟，两只599，哇，那个爆蛋，我吃了第一次，我说这蛋怎么那么多啊？红鲟哦，然后你也会酒，当然居酒屋一定要有酒，所以我基本上你说对店里的贡献是什么，就喝得烂醉。酒类很多种吧，因为林姐的个性呢，属于比较大咧咧的，对，朋友多，看到朋友一来一开心，有没有三八个性就出来？还有三八，对对，有些朋友他们的歌。就过来这边吃饭呐，不一定是为了吃饭。是为了看你眼睛，对，明星开店就这个好处嘛。也是了，在我们店里面常多艺人出现，像之前像纪晓君也有做私厨料理，就有烧酒鸡，那一天就主题就是烧酒鸡料理，对，私厨，然后佳佳也在想你的人体海鲜，佳佳跟红啊，很多都常常过来吃，对对对，哎呦。算是非常有名声的。我们现场就考你这两道题，没他考过了，我们没话讲，我们让他好好宣传他的西门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请上题目。请问一下，店内配合轿车的司机群组为哪家计程车业者？吓坏了！这个我跟你讲，因为跟我太有关系，我一定知道是哪一家。好，来选项15568822大都会计程车，3皇冠大车队计程车。这个想都不用想，一定是55688，因为那个第二个就是让我出事的那个。西点，第二个麦当劳那个，麦当劳。哦，答案是一。对，55688，我非常肯定，确定100%，因为我出事的东西绝对不能再发生第二次。恭喜答对，哎呦，没错。来，第二道题目给大家看一下，哎，好。我们要请桌子来喽，来，请上。这里面三杯里面只有一杯是你店里的 sake， 嗯，其他两种是没有卖的。好，不管，先喝再说。来，这个是，但是等一下，只是试喝哦。这个大妞啊，她拿起来就是扛把呀，喝下去了。我觉得三号先哦，三号是 Scotchy， Scotchy， 三号哦，来感觉一下。好，哎呦，哎，二号，我讲一下口感啊。那我先全部喝一轮，喝一轮，对，先一轮，先喝一轮，然后等一下还有几轮。那骰盅在哪里？连术语他都这么清楚，喝一号，一号，一号 ，Number One， 61吧，那我哎，教练，这个水果口味的，然后这个带苦味的，不是我喜欢的，我们店里应该不会有。哦，真的好甜的味道哦！我看你很玩，很喜欢这个比较适合，应该是这个，因为我们店有出水果系列的清酒。啊，你不是说这个有水果味？可是那个太重了，我记得我们店里面的味道是比较淡的。有水果味的，它其实三个里面都是有水果的，但是果香这个真的比较苦，我不会进这个酒。这个不要，这个不要。不要，这个很，这个不要是吧？好，确定不是的就打开喽。要喽。哦，是梅子吗？这个不是啊，他拿瓶子出来，但是招牌还是贴起来。就不是了，就不是了，对对，桃子那是桃子的。两瓶。你刚刚说这两个都水果，但那这个太甜了。复合式果香，复合式的，因为我个人不喜欢甜味那么重的。OK， 三号是你们家的，我赌三家啦，我怎么确定？赌是这个啊，一二三。这两个根本恭喜答对，来来来，可以宣传了。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我们西门庆。看起来很澎湃耶，这个等于是日式的菜就对。对，而且因为我股东的老婆她是原住民嘛，所以像我们这个原住民的这个咸猪肉，上面有配泡菜之外，还有就是我们自己腌的辣椒。哎，那看起来好可爱哦，小小颗的。这个小细节哦，对开店来讲做生意是最重要，对不对？
然后有人就为了这个辣椒就会来这边吃。然后这是蒜香茄子，这也是我们招牌，因为里面有放一些孜然啊，然后下去用烤。这个是龙虾，对龙虾。然后这个酱呢，就是可以配这个面包这样子，嗯，沾着吃的。但是这一道菜真正是我们台湾人又扬名海外了。怎么说呢？这个是波士顿龙虾，对不对？但现在出了一个很棒的派，对。叫做名人波士顿露西派，真的，在华人世界里面，华人世界里面非常有名，很健瘦哦。它内馅呢是呛辣型的，对，呛辣，而且它是炸过的，炸过，对，炸过，葱油饼对的。然后这刺葱，因为是原住民那个刺葱煎鱼风味卷。然后这个像我们会直播卖的那个面包蟹，面包蟹，那面包蟹主要是吃的是这个里面的膏，哦膏，蟹膏。然后我们这个是蜜汤，对，用蜜汤去炒的。OK， 哎，吃起来，来各位，来来，你们吃完一起来讲难听话。来好吃对不对？很好吃，对它的口，对它里面那个肉质哦，咬起来像鲔鱼的口感，对，而且煎鱼有这种特有的香味，所以煎鱼很适合很捞啊起来，抓起来活的，直接爆开两片，然后直接炙烧一下。我们股东跑去哪里？我们股东跑去哪里？恭喜李严谨过关啦！厉害了，张维忠老师他既然也有自己的副业，他你的主业已经做得红红火火，你干嘛？演艺圈已经是他的副业，这个又是他的副业。的副业斜杠杠。自从我签给了宪哥之后，我的使命感更强了。欢迎，宪哥要不要签我？没有，我们是合作的，这是朋友。重点在于说，小时候我们家很穷，说是吃教会的面粉。哦。我对面粉有很深的感情。面食。对，然后我在日本带团的时候，吃遍了全日本的拉面。我算是一个拉面老饕。拉面，有一次在冰天雪地的时候，两对夫妇煮拉面给我们吃。他后继无人，子媳不在。我说你干嘛煮这么开心？他说每个吃的人就像他小孩一样，他吃的开心，他们我就开心。哦，就有传承的道理在。是是。所以我这个拌面卖得好的话，它是全素的。如果有获利的话，我个人利益都全部捐给南印度的南卓林寺。没事啊，我也是。没有打算要捐那么远，捐到南印度。因为那边有7000个小和尚需要我们去帮助他。我的面也是啊，我的面所有赚的费用都会捐到南京东路阿嬷家里。你要跟我们这种固定的一些，你这样写的蛮远的，没有，好开心。对，小情人面条，那你这个叫大师拌面。对对对。哎，这两种面你都了解吗？这个是市场最夯的。这个市场的拿捏，我哪一家卖多少，它源头在哪边，它如何在赚到这一波的钱，我完全了若指掌。因为其中的两家大的拌面厂的拌料是从我们这边出去的。会做不重要，会卖那才叫厉害哦。但是我卖的是面的美味跟它的灵魂。多久的？我深入研究已经半年了。What's the difference？ 对，特色是什么？你的特色，最大的特色。出差吓到你们，第一件事情哈，就是它本身是全球第一碗能够微波的拌面啊，直接微波，只有3分钟，太可怕了吧？微波的，直接就发明啊，吓死了！已经申请专利了啊。哦。第二个就是说，弥补一般拌，如果不好吃，会不会出现大白鲨的意思？你这个说对了，它的酱料，这个拌酱的公司已经60年了，它的酱料，它的拌酱里面有108种中药，108种啊，对，而且没有葱姜蒜，修行者要走108，没有葱姜蒜，还有108种中药在里面，中药，很厉害，真的厉害，所以说口感都非常好。太讲了，你在那里加油啊，赶快，我们不是，药膳，重点就是它整个的面有没有？一般都是用太阳光直射的，是，它是用室内的干燥，干燥8小时的干燥，分3种不同的风向把它做烘干，不同的风向，就是风的强弱，风向，那保持一定的水分的比例，还有面条的宽跟它的厚薄都经过他们非常非常严苛的一个测试过
哎呦，它的那个吸酱料的能力，好像跟咬下去那一瞬间爆出来那个汁的感觉有没有？你感完全忘了它是素的。你这么了解你的面，连八个风向来吹干它，面体的粗细产生一咬爆浆的感觉，那种夸张的了解，吓到了感觉，你已经对你的面了若指掌，所以我们要来考考你。敌对厂商，它的产品特色，来，真的好。第一题，知己知彼，所谓百战百胜。你说得出对手 Sandy 他们家小情人面的三个特色？讲他的特色，我告诉你，他那个特色厉害。来哦，来哦，因为是 Sandy， 他的特一，他有各种几何图形，还有不同的色彩，代表五彩缤纷。几何图形，他的面条是五种颜色的。OK， 那么五彩缤纷代表灿烂，代表我们说的年轻，一种活力，一种新的生命。那么是年轻族群。想换新口味，不需要用虚假的形容词告诉我们是哪五种颜色，哪五个颜色，或者哪五种蔬菜。蔬菜哈，一我的印象中是那个叫做紫高丽。哎呦，哎呦。第二个叫做阿灿嘛，红萝卜有，菠菜，还有一个叫做叫做什么？叫做田菜根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叫做……哎，你在看什么？不是，我在正在蝶豆花。哦，漂亮！你在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是干什么？可以当个真好。不是，这个太夸张。你们别这样嘛！这是什么？想要新楼揭开甜点，想宣传禁欲神级难题，爱惜你也歇了呀！甜点店啊，大概30几坪而已，小小的店，从工程开始我都亲自从零到有。那我上次去他店里，他就在门口在那边当那个水电工，在那边装那个木材的东西。进行两项考验，请问这三张照片的阿嬷，哪一位是对面裁缝行的阿嬷？这什么题目？你们别这样嘛！这是什么？不是，等一下，没有什么，不是，紫高丽、甜菜根、红萝卜，没事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大家有看到？好辛苦，重点来喽！哎，来了，还有香葱口味加上猪油，那个就是五彩缤纷的面，是年轻人一条追求的一种爱情的感觉。但是它。古早味的还是依旧保留哦，尤其那种猪油的油香跟香葱，你吃下去仿佛又跟阿公在一起吃饭了，听起来比大师拌面好吃。谢谢，希望大家可以好好支持小情人拌面，Healthy Noodles。不是，你有战争片，有科技片，也有爱情片，是，它跟大师拌面是匹配在一起的。对，像我们就是刚刚这些老师的，就是鬼片。对，差不多，就是我们那个是逢年过节，因为它是素的嘛。对，而且佳节送礼有没有？答对了，祭拜的时候都是一不可或缺的。相当好，第一题答对。我们还有第二关，第二道题目要蒙眼测试喽。来，好的，老王卖瓜，他肯定是自卖自夸，自己面最好吃，那在他心里面肯定是。所以我们在这边呢，有三种不一样拌面，只有当中有一样是大师拌面，而且我们非常低级，我们只提供面条，没有酱料，他必须吃出哪一个是最难的大师拌面。他从八个风向来把面体吹干，它的厚薄度经过严谨的研究之后，让它可以一咬立刻爆浆，直接吓到。老师这边一点小心啊！好，这是第一种面条，这看不出来啦，怎么可能？来吃一下，好，小心。哇，很灵活哎。有 ，OK， 感觉一下。刚刚有沙可以可以吃，面条平平的、宽宽的 ，OK。平平宽宽，感觉那个感觉它面。好，来，哎，这里好，小快一点，小心，慢一点点，一点太大坨了啦。好的，有梗没有煮熟没关系，没吃那个面体的感觉，面体而且中间有点硬。OK， 好，再来第三种。是
是很饿啊。对，你干吃面条都可以。一碗饭。好。感觉他在偷瞄。二三，现在吃到是第三个，第二个不是我的。第二个确定了。第一个的话，吃起来稍微偏厚，不是我的。厚哦。厚，偏厚。OK。面条的感觉。第三个的话，我觉得 Q 弹。而且它整个来说是我常常在吃的，就是爆浆的啦，对，爆浆的，没有爆浆，因为它没有，它是没有加料的，没加料，对，没有加酱，但它嚼劲跟它的口跟它那个感觉，我是第三个，有感觉，你第三个吃很大，第二个也很狠，可第二个被煮坏，我觉得不可能把煮坏，煮坏我有理由会耍赖，哦，真的吗？好，那请接确定吗？确定哦，好，对对对对，确定，因为错了其实蛮丢脸的，对对对，就第三个。OK， 第三个来煎面罩，一二三，恭喜答对！谢谢，没有，我现在才看到它的东西的特点哦，它是盒装哎，这是一盒装，你直接就放到微波里，没有没有，应该是把打开，把它打开来，水超过它，对，三分钟之后，再把这个五行蔬菜的干燥包独创的倒进去，再放进去，再。微波三分钟，总共六分钟。六分钟很快，六分钟很快。工作人员觉得很棒，很快，很快。工作人员觉得很棒。就讲干嘛结巴呢？不是怎么讲？恭喜，来宣传时间到了啊！大师拌面有请。因为时间非常宝贵哦，这个不辣的是细的，辣的是宽的。那他们本身来说都有芝麻的香味在里面哦。芝麻香。重点是它这个本身两个都有一点点花椒，所以这是花椒比较淡，这花椒比较重。花椒是麻。麻而不辣，对，那我们时常去吃麻辣火锅，对不对？对，旁边是很多的酱料，对，所以它里面有个芝麻是我们自己酱拌的，拌在酱里面的，是是是。重点是它非常非常好吃，怎么讲呢？除了面的做的好的之外呢，它的酱料哈是非常催魂的。它第一口做这种波浪状的，对，它容易吸附汤汁。对对对，第一口麻，第二好吃，真的好吃。这个是辣的，这是不辣的。对，先吃吃看不辣的，真的会很香。没有，我们已经经过很多人测试。这花椒炒的好，这花椒炒的好。你说对了，厉害就厉害在你吃不出来它是微波的，对，完全出来，对，速度感哈。然后花椒真的。但要多吃花椒，因为湿气太多吼，对身体不好。哦，对，花椒是除湿气的。除湿的，哎，好吃。他选最好的辣椒跟花椒去油煸出来之外，而且他们经过很多次的实验呢。可以可以。重要是一般的拌面，我不说哪一家哈，在太阳日晒之下，难免会有虫蝇的附着。哦。我们的卫生内的卫生的。那现在总共有这两种口味啥？对，可以介绍一下。对。花椒芝麻是属于辣的，比较宽的。嗯，为什么呢？它除了保持原有的花椒味道之外，它把最好的辣椒也萃取，油煸出来之后，哎，不错哦。重点在于它好吃，它欠缺别家所没有的芝麻香，它被延续了。哎，好像很饿哦。哦，这个豪气，我了，恭喜大师拌面成功。你也斜杠呀，甜点店呐，花玉，对，因为其实我开花玉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做甜点这件事情很疗愈，很疗愈。然后我觉得这几年其实大家都还蛮需要心理疗愈的这个力量，对，所以我就是我的店的话，大部分都是以疗愈出发。像我们有一些特色店，像有一个饮品叫 Moon Milk， 它就是阿育吠陀的，源自阿育吠陀，所以它就是一个很疗愈，对，它是一个古印度的医疗系统。然后我就是那时候研究很久，发现台湾都没有人在做这件事情，对，所以我就会去研发一些这种很特别的饮品啊，然后甜点，然后有一些，因为我们在迪化街，所以我们有结合一些在地的，比如说生药行、八仙果啊，我的手作饼干上面会结合八仙果，就很像中型，都是自己研发就对了。对，全部都是。然后为了开这家店啊，就是我其实还蛮有信心，我应该可以答对，因为这家店从工程开始，我都亲自从零到有，装修啊，设计啊。我上次去他店里，然后吃饭，然后他就在门口在那边当那个水电工，在那边装那个木材的东西，对。亲力亲为，辛苦。凡是要事必躬亲的话，真的很难。艺人的时间又少，然后你要全部要筹资，这个花很多钱吗？多大？多大？我们大概30几平而已，小小的店。不会，30几平，没有，因为店租是成本，押金是成本，装修是成本，找人工更困难，找甜点师难上加难对，所以
以我就一个人兼数职，我都说我是你自己也能做，他很会，他很会做甜点。对 ，OK， 你们这个店的特色，你刚讲复合式餐饮，什么都有，这是一个。嗯，再来呢？我没有出礼盒，然后再来就是我去年出了一本生酮，就是甜点书，对，然后我在研的甜点，对，我在研究饮食，所以呢也会有一些就是减糖的蛋黄酥，像我们月饼的话就是有流心是生酮的，是完全用赤藻糖，然后没有任何的面粉，然后也是我亲手做的，哇，对，就是搭上现在这一波流行，大家在吃东西上面都很挑剔的时候，嗯 ，OK， 那我们就进行两项考验，来第一项，好，现在有三张照片，请问这三张照片的阿嬷哪一位是？你们很厉害，对面裁缝行的阿嬷，这什么裁缝？哪一位是对面裁缝行的阿嬷呢？我可以讲一下吗？我可以讲个小故事吗？就是因为其实很多人都问我说，为什么在迪化街开？他觉得我应该是在东区或信义区找店面。比较这个年货。对，其实是个非常古老的地方，它是台湾就是那个台北港嘛，就是我们在城隍庙，它是非常古老的庙，然后我们的街是台北第一条街。所以搞不好中间那个是算命的阿嬷。所以呢，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这些吗？台北第一个阿嬷。为什么？就是在那边开店。你都要去跟邻居啊长辈们以人为美，要认识，对，要去打招呼，要去聊天，所以他们都跟我讲古，讲了很多故事，对，然后呢，所以我这题，所以呢，阿妈到底是哪一个第三位？而且她叫陈姐，她叫陈姐，我都说陈姐，我是小陈，所以我还要这样跟她介绍。一起来看看到底是不是三号阿妈？对面一家店我认识啊，她叫陈爱心，嗯，店开的还不错，就很温馨。如果他不认识我，那他就太欠揍了。我认识我这一条街，你就没吃过。而且人家根本不是阿嬷，我们的单位会太过分，就是一个他是陈姐阿姨，好不好？其实老早做阿嬷了，有个人家也说啊，尬得快就骂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也是。自己16岁那一年就生了小孩，对，他的小孩模仿。16岁那年也生。16岁又生了小孩，32岁就当阿嬷，怎么样？太早太早了。第二道题目，请出题。好的，第一道吐司，来来。因为他们店里面呢有这个特色吐司，然后是长成猫咪形状的，哎，来拿一块，我们给你一个小块的，你这样就可以吃到哈。如果是猫咪形状的吐司，就会是爱心他们自己店里面花玉的吐司，好有特色哦。尤其最气的就是这是自己做的，如果吃不出来的话，等于就是丢了一个大脸。还好啦，你可以怪在詹老师头上啊，因为吃了那个辣的面。试试看，试试看。你要吃到饱。花椒还是没有味精，好，好，我可以放的。好，好 ，OK。第二个，再来第二个。来。我觉得这个不是我的。OK， 对。好，再来第三家，等我一下哦。来。再闻一下，哎，闻得出来吗？其实闻得出来，它这个难度更高。它还有我觉得是大根超隐秘餐酒馆，顾客爆料惊人内幕。大根这一家已经开一年多了，外观看起来是唱片行，只有里面是调酒。其实我们是用一个唱片行的形式，里面的风格啊也都比较舒服，很像家庭的感觉。古时候来讲叫大隐。隐于市就是挂羊挂羊卖狗肉，他的店进去就是要先什么？不是吧？那边老板们也很热情，如果你是正妹，你就有喝不完的酒。根本是开鸭店的。闻得出来吗？其实闻得出来。他这个难度更高。他还有我觉得是一耶。为什么？因为。二跟三的口感非常的像，哎呦哦，对，像到我觉得他们两个感觉会是，可能是都是，我觉得它的厚度也不太像是我会处理的厚度，然后再加上因为我其实我本身喜欢吃扎实一点的口感，对，所以我吃起来我觉得第一个比较像是我会做的口感。请揭面罩，来感觉一下，你化成猫，我也记得你，恭喜答对。请上餐点。哎呦，花玉的甜点，现在这种店哦，他非得要搞得这人家拍拍照了，这个很酷哎，是回事。对，拍照
更吃一回。你做就当然当然，你做就做很辛苦，干嘛那带个拔罐的来干嘛？那这个是我们的甜点啦。这个呢，我取名叫做美女与野兽。哦，它那个玫瑰花在玻璃在里面，我懂你，我懂你。美女与野兽。其实这个我把它封为告白神器，因为其实很多男生不知道怎么跟女生示好，但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女生看了会很喜欢，因为它就这样打开，然后里面的蛋糕是我蛋糕我之前的食谱书里面出的，它是可以微波，它只要3分钟就可以做出来的，然后是生酮的，只要3分钟，因为6分钟就好久，你的意思？我3分钟就可以有一个，又不是说很漂亮。对，然后上面是食用花，我这都可以吃，很漂亮哎。对，是食用花，而且刚刚那个猫猫的这个猫猫的这种，好可爱哦，可爱。猫的吐司也是他自己做的，对，这是我昨天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猫咪吐司的抹酱，也是我自己调的。对，这是有心哎啊。它里面有一点我们自己煮的海盐焦糖酱。能不能先介绍一下这一杯？这是什么？这杯是很特别，它叫做今晚让你不水肿。水酒啊，水酒，它是我们的酒，算了，这是调酒，这个是我第一杯自己研发出来的调酒，特饮料，它叫做薰衣草柠檬，是用薰衣草糖浆，然后加我们自己榨的柠檬汁，然后加一个很特别的，那应该是很清爽的味道吧，好喝。刚刚我们有请你们过来吗？哎，我们是闻到味道。你刚刚是不是吃太多面了？想要喝点东西。这杯真的可以谢了。谢哥，你喝不水肿，里面有什么配方？因为你刚刚说你火气很大，它里面有一个消火气非常好的成分，麦曲皮啊，麦曲，很天然的，是什么？椰子水，天然。对，说还好，所以它是天然椰子水加柠檬汁，再加我们的薰衣草，感觉放松。对，所以可以中药啊。对，这个就是我们用108种中药那个。哦，对，它是有的，对对对。那个是今晚不水肿的调酒，对，它是。对，它的基底是 whisky， 然后我们是用我之前就是我自己在喝的消水肿的一个药方茶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把它调在一起，真的是哎，蛮特别的。有梦最美，但有心就灵。对，有没有看到？因为它这个真的就是你们吃吃看，真的很特别。这个是生酮，它不是看起来那样子的无聊，但是它吃起来是很特别的。它没有任何的淀粉，就是我去年初初强调的，它唯一的糖分就是高浓度的巧克力。哎，改天到你们那边来好好坐着。对，这边，而且我们全部都是沙发，里面都是沙发，有吸烟区吗？有，在户外，是在户外。啊，月亮，肉桂的味道，对，你可以喝喝看，这个会很安神，真的很特别，因为它有加人参，然后它是印度人参，它不是真的人参，它就是阿育吠陀的一个，但是那味道是 OK 的，对啊，人参貂皮乌拉草，香肠贡丸一堆草，哇，这个太厉害了，喝下去很好，好睡觉，喝蛮好，它有放那个肉桂吧？对，肉桂姜黄，我们是真的在品尝。所以这个防疫期间，我们的舌头都很厉害的。它这个也很特别，这个是肉桂卷呢。对，可是小小一个。对，然后我来喂这个老喂老女人一下。可是这个要加热，可能冷掉会偏硬，它会像饼干的口感。我多么想吃。店名叫做花玉，希望让大家都很疗愈。花玉，过来找一下我们美女老板，谢谢。谢谢。来。大根这一家已经开一年多了，太有名了，大家都不看好，结果人家这家店几乎是东区里面生意最好的一家，主要是它有吸烟区啦。我跟你讲，夜店能够我去过那不稀奇 ，Sandy 去过，对，是不是很来了？我也主要是那边我爸叫我去接他，我们两个一起去的。可是东西也是蛮好吃的，特色很多。其实我们是用一个唱片行的形式，因为我们另外一国大飞他很喜欢音乐，用乐，所以在那边门口摆了很多唱片。大飞假音乐人，认真，因为我当时去你们店里的时候，我说店在哪里呀？对，你会找不到，真的找不到。我们有问过非常多人来问，是说这个唱片有卖吗？因为我们都真的是很久以前的黑胶。它这个叫什么呢？古时候来讲叫大影。隐于市，对，现在叫做 Speak Easy， 外观看起来是唱片行，只有里面是调酒，就是挂羊头卖狗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其实这是我们是的，对，美国以前有禁酒令的时候是不能喝酒的，对，所以呢，他们就会就是有各种乔式装扮这样子，然后假装就是哎卖什么东西，但是进来就来喝酒，都是喝酒。前身也是这样，外面也是唱片行，是啊，里面是很有名东区的私唱。什么？难怪我都闻到，我
一些私人仓库啦，对啊，对一些仓库的味道啦。那里面我们是餐酒馆嘛，就做了非常多的复合式料理。也就是说，你来这边吃饭的时候，有些比方说你喜欢吃意大利，意大利面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今天不想吃意大利面，可是我们店有牛肉面。中式的多国料理，多国料理，复合式的料理在里面，对，然后里面的风格啊，也都比较 hip hop， 比较舒服，很像家庭的感觉。对我都玩到坐在你们吧台上，他都玩到坐在吧台上玩，因为他们不是因为他们家妹妹很喜欢摸我的腿，然后我就直接坐在吧台，他们一直在摸我的腿这样子，对，那个女生嘛没关系嘛。所以李延景也是你店里的特色是吧？我记得他有聘请他来当公关的。来，我们直接考你两题好不好？第一道题目，各位，难度很高啊！来哟，欢迎三位出场。好的，那跟题目就是，请问一、二、三，哪一位有去过你店里？米恩奇食物名称太普通，意外激发吴宗宪新灵感。米恩奇，美女开启早午餐店了。这是我们的招牌巴斯克乳酪蛋糕。上次罗莉玛来店里吃，她吃到真的是吃到发出龙吟。这个餐点哦，就其实你名做的很好，就是它名字的一个认同，先可以给你预示一个名称。好，太好了，各位，这个以后就叫做我的。那已经捣碎了。就是，请问一、二、三，哪一位有去过你店里？你规格好高哦，你真人哎，你真的网美店，而且真人你忘记是超丢脸的事，真的。因为他跟他们聊天的时候，人都帮了，对，因为要跟太多人聊天了，然后店里又暗暗的，大家都来过，还是要帮你询问一下，哎，第一位啊，第一位，你们聊个天，我可能因为在搜索过程中，声音有一些印象，你好，你好，家里住哪里啊？啊，住台北。哦，台北啊，三位感觉要去国光帮帮忙。正飞嘛，二号也去过国光帮帮忙吗？没有哎，也没去过。那常常在东区那边晃吗？啊，东区有常在东区跑吗？听信义区比较多吧，信义区比较多。好，三号，三号有去过无聊咖啡吗？东区最还真有，有没有？谢谢你。謝謝好，就这样了，大根请选择。可以了，我有答案。我刚刚疑惑是说，怎么可能有另外两位没来过？哦，你很确定？来过我们店的是二号。哎呦哦，是吗？二号有去过吗？有哎，有啊，就是了。而且他很有印象的。啊？为什么？什么？因为他一次带了14个女生一起来。你根本是开鸭店的，不是？是啊，很开心，因为店里可以很让他们吵吵闹闹，隔音也很好，很舒服。他带了很多。那二号，你既然你去过，形容一下他的店，好吧？我觉得他的店进去就是要先有一个厉害的，就是如果你找不到的话，就进不去。开的有缘分，对，有个机关，就是要对那个电话拿起来，门才会打开。然后你进去，如果你想要办 party， 或是你很是个有名的人的话，你会有一个是个有名的人，是个有名的人，会有对，就是你不想让太多人认出你的话，就是密室也是对密室啊，可以自己开个小趴那种感觉，晋升啊，而且到那边老板们也很热情，哦，如果你是正妹，你就有喝不完的酒，因为把你嘛。也会有啦，对，男生都男生也会有。OK， 那就是他过关了，第一题过关，第一题答对，谢谢三位美女，谢谢三位，谢谢，哦，难度很高 ，OK 了，这个很高，这个，但因为这个印象比较深了。好，第二题，请上调酒来，欢迎，就那么简单，好吗？对啊，为什么？来告诉我们里面有什么成分？是用肉眼看什么？店里的调酒的话，我觉得这个是有特色哦。有，对，当然这一组装潢，但这个杯子杯具这样摆起来，我个人觉得应该就是类似试管酒。哦，你可以玩圈圈叉叉，没有，我觉得应该有调，可以倒出来，可以倒出来。我倒出来给你看一下，这是不是要按着？不用。会不会那个茶碗针？茶碗针变成酒？还需要按着吗？我超级没，我就没喝过酒。我以前在哪里上班的？酒吧。好，这个是。
这一盘怎么样？我们店里的一个调酒叫桃花半步癫，不是没有啦，土瓶针。它我那它有比较多种口味，所以我在看刚宪哥倒出来的时候，它颜色是什么？哎，严谨，我大概就出去有酒，你就要来啊！出去了，好啦，我知道了啦。这个口味应该它是覆盆梅的。那这个调酒的覆盆梅还是覆盆梅？覆盆梅，不是覆盆梅。它会很浓吗？我喝一口可以。你女生还可以喝这个酒，还有茶叶，梅子的，对，应该是乌龙茶吧？它应该是放了很久。覆盆梅，覆盆梅，覆盆梅。一定有茶叶啦，真的啦，我刚刚有酒啦，不行，要肉眼看啦，用肉眼看哦，闻一下，最后闻可以吧？最后20秒，来闻一下好了，或是用听的，用听的，已经是味道蛮好的。覆盆梅、莱姆酒跟 sake， 用听的，用听的。覆盆梅、莱姆酒跟 sake， 恭喜答错。而且我少一个，好可惜哦。那个乌龙茶的 feel 很强烈，其实蛮好喝的啦。我跟你讲，哎呀，好可惜哦。大哥，你这样已经算宣传到了。对啊，没关系，大家就会想要过来喝喝看，他们这。对，但到底这个是什么？你觉得呢？你觉得呢？餐酒馆，你觉得呢？谢谢大哥，好，谢谢大哥。哎呀，好可惜哦。米恩奇，米恩奇早午餐店的 brunch， 那么酷啊！我们店是那个早午餐，然后。我们也有做一些甜点，然后我们甜点都是1%甜，甜点都是不到4%，所以非常低糖又健康。然后我们还有手做就是翻糖蛋糕，然后我们之前有个客人我印象很深，因为他就是要来做蛋糕挽回他的前男友，然后他就在店里面做花了7小时做一个小木偶的翻糖蛋糕，他送完那个蛋糕他马上就复合，所以我们的蛋糕有一种月老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蛋搭吃还可以牵线，对，就是然后反正又健康又好玩，然后也可以去上课，因为刚好店里也蛮大了，所以早午餐对我们还有早午餐大概多大？大概40-50平。这么大间哦，对，可是我们有股东啦，我只是因缘际会，我朋友看我每天很闲，然后他又觉得我认识很多网美网红，他说那不然你就来店里当公关好了，然后我就对，就是因为我们店其实才开4个月，然后我也还在新朋友。OK， 既然这样，我们一样考验你一下，如果考上了，两题通通答对，我们就让你免费宣传一下，好不好 ？OK， 第一题。一起来欢迎三位朋友出场。一起来欢迎三位朋友出场。欢迎三位朋友。欢迎，特别是刚刚那三位啊。哦，不是。感觉像有坎，一定不是第二个。你们也站得太参差不齐了吧？肩膀一下。来来来，一号你好。你好。你好你好。最擅长的。很难哎，所以是店员嘛，对不对？店员 ，OK， 好。你们这间店有什么特色？感觉是新来的哈。其实我刚去没多久。刚去，因为店员很好的吧。店才开4个月嘛，对，这个很好。OK， 好。第二位，你好。去很久了。你好，你好，请问，请问平常在那个在东区那边逛的时候，有没有去探讨一些其他敌营的店啊？例如说像无聊咖啡，有看过吗？没有嘞，没有。好，那家东区最有名就无聊咖啡。还有你觉得呢？对啊，都没去过。那你平常搭什么那个交通工具去上班？他捷运啊，他在乡公所上班。他自己看。坐公车 ，OK， 好。三号朋友你好，请问你们那个你们老板啊，股东们会不会常带很多美女到店里面吃饭？蛮长的哦，蛮长的。那你会出来跟大家聊天吗？会啊，会啊，会啊，会啊。OK， 这个答案只有当事人是知道的，都只有两个人而已。猜一下，对，没问题。好，虽然我很少去店里，但因为我们店真的是新开，所以一号。就是你，一号是你们的店员吗？对对对对对，啊，对啊，我以为是三号，我以为是三号是你店的员工吧？不
不是啊，怎么可能？那一号，你讲你们店里特色讲不出来啊？因为他才刚来一个礼拜啦，还在。你是真的新来的？真的，一开始是请他当那个搬运工啊，你看他练那么壮。搬运工，你们还特别有早午餐店要搬运工？有，我们那些烤炉锅子真的很重，然后他就是在。就是会送一些水啊，干嘛的？然后他就是有一次送来店里，然后发现我们店里环境还不错，他就想要来学。我们问他的是，你了若指掌，两位是？你们该不会有吃过小情人面吧？好奇，所以你真的是店员，可是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真的啊，对，刚去没多久。哇，对，他还回答的这么阿莎里。对，真的不懂。好，那谢谢他们三位，谢谢。答对了，第一题答对，第二道题目请出题。好的，颜照照起来，这里有三种优格，你要吃出来哪一个是你店里的优格？对，因为他们店里面是自己培养的菌，所以他应该要吃得出来。他的特色是怎么样？就是我们那个菌啊，是老板娘她自己亲自种的。然后，所以他的听起来怪怪的，抓在店里。然后我跟你讲，我们有那个控温，有控温室，然后安排好那个菌。尤其台北是盆地比较潮湿，我刚才我吃了出来，我第一次吃我吓到，我以为它不是优格，吓到。第一个就给你了，不要动。来，我也吓到，好，拿着 ，OK， 就这个好。这是第一家，好 ，OK， 好，然后再来第二家来了，第二家。蛮绵密的。好的 ，OK， 来，这是第，好放第三家，第三家，OK， 我懂了，你懂了，我知道了。哪一杯是你们家的？因为我们家的优格，它有一个特色是它比较稀，就是它是比较好吸收的。然后这三个吃起来，因为第一个比较绵密，第三个也是比较扎实，所以我们家的是第三个。第三个菜，非常有信心。开眼罩，恭喜答对！哇，厉害厉害厉害！来，一样给你好好宣传一下，上菜喽！谢谢。好好介绍一下，你这个店叫做什么名字 ？Sweet Person， 然后 Sweeter Person， 对 ，Person， 亲爱的 ，Person， 对对对对对，因为 Person 是很甜的人，对对 ，Sweet Person 啦，念起来很像3% 的意思啦 ，Sweet Person， 我还在练习我的英文，你比刚刚那个来一个礼拜的还不熟，请介绍。我对我家的食物了若指掌，就是我们的招牌巴斯克乳酪蛋糕，它是用4种面粉去做，它是用4种 cheese， 还有北海道 cheese， 所以它的成本非常高，然后口感非常的层次有绵密。吃吃看哦，这真的是我们最近大力推的哦。上次罗丽塔来店里吃，她吃到真的是喜欢，然后叫一整盒回去吃，是比较扎实的，对，它是很扎实的。罗丽塔吃到发出龙吟。蛋糕龙出现了，这是我们招牌早餐，然后它的特色是它的奶油菠菜，因为我们老板就是在我们的，对对对，大师拌面啊，真的，它是放那个黑咖啡，就是我们外带杯，然后它非常可爱，好可爱，粉红色黑咖啡，主要是就是这就是我们的甜点，然后它就比较低糖路线，主要是那个菠菜，因为老板娘说这个餐点哦，就其实你名做的很好，只差在名字的一个认同，你要让人家一听就我要点这个，好不好？大满贯，先都给你预示一个名称，好，太好了，这一道早午餐对不对？早餐吃的对不对？各位，这个以后就叫做我的王八蛋前男友。而且这样被这样他很可怕，蛋已经捣碎了。然后他还说他们的店叫做 Three Person， 三个前男友。没有，搞不好会红哦。Person 啦，每日限量3份。好，可是宪哥，你这个必吃，你这个吃看他这个菠菜是美国家家户户很好吃。Sandy 去过美国，有这个配菜是美国餐桌上的。对。你问我，好了，成功了，来一起来享用，好不好？对，再一次谢谢他们，谢谢。